好，我们是 TFBOYS， 打开腾讯视频 APP， 关注音乐频道，更多音乐资讯在这里。腾讯的网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TFBOYS。就是吧，现在马上两周年了嘛，然后要办自己的粉丝见面会，现在心情怎么样？心情还是就是比较激动，然后也有点就是小紧张吧。然后其他两位呢？我呢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紧张，然后呢也特别特别激动，紧张的都失眠了都。我是现在还好，要是明天真的表演起来的话应该会特别紧张。为这次见面会然后大家准备了多长时间？其实就是暑假开始的时间吧。就是有什么特别高难度需要自己挑战的地方吗？你觉得？我觉得就是高难度的还是就是需要克服自己的克服的话，我觉得就是心理素质吧，就是怕太紧张，然后忘掉一些歌词啊什么的。然后这次呢，因为我们要不停歇的一直跳一直唱，就对自己的身体然后体能也是特别大的考验。辛不辛苦？我们一整个暑假就一直在为这个小演唱会一直在忙，然后练体能啊，然后唱歌跳舞，就特别累。就是感觉出道也整整两年了嘛，然后就除了自己长高了很多以外，长高是十厘米吗？我是十厘米。其他人呢？我二三十厘米。我也差不多十厘米。就除了长高之后，大家觉得自己还有哪些成长呢？成长的话，我觉得就是舞蹈或者就是这方面的提升或者体能上的一些。对，然后我呢就觉得我的舞蹈是长进非常大，因为之前在那边上课的时候就完全跟不上节奏，然后完全跟不上他俩，但现在呢就可以完整的准备好了一个这个演唱会，还是很棒。我觉得我唱歌进步了一点，然后声音也越来越粗了。就是自己看自己几年前的那个视频啊的时候，现在会有什么感觉呢？就是看自己刚出道或者没有出道前的那个视频的时候。好傻，就是感觉很搞笑啊。比如说那个我看以前就是在那个公司的那个厕所唱那个我的歌声，我觉得好傻，当时为什么拍这个，就是感觉就一个人在那儿，我觉得不堪入目。其他两个人都有看自己就是以前的东西吗？我觉得特别的胖，就是特别胖，因为小时候就特别胖，但现在就感觉小时候没有现在帅。自己不会去看，就是看到公司那些老师在剪宣传片的时候瞟到几眼，特别羞耻。你可以看 Tell Me Why。 什么？天喜有个视频叫 Tell Me Why， 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感觉特别羞涩是吧？感觉是不是也性格比以前开朗了很多？就是刚出道的话没那么紧张了，特别开朗，特别开朗。然后还是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以前看到那些粉丝攻击你们的时候，和现在看到这些留言的话，心理上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我觉得粉丝的留言一般就是对我们三个的一些缺点的说嘛，然后我觉得还是要去就是改正这些缺点，但是我觉得如果纯粹是为了那种说我们，我觉得就没必要去理他们。对，就是会看到那些无缘无故说你们的那些人留言的话，会很生气吗？生气倒不会，就是见多不怪了。就是可能看到就是粉丝啊和黑你们的人，然后就是互相会有一些骂战啊之类的，然后看到这些会感到很心疼吗？还是什么感觉呢？就感觉反正不是很好，因为我们自己也会有时候情绪挺不高兴的，因为我们三个的粉丝就有时候会不开心，然后会或者互相骂，但我们三个人都是特别希望粉丝大团结，然后喜欢我们三个人整体的，就是还是倡导大家就是文明上网，然后文明用语吧。反正就是
比如说你们喜欢你们的那些粉丝可能会跟喜欢别的团体的粉丝然后互相打架那种，然后你看到这些的话会劝他们就是不要这样吗？我们三个看到的时候就是公司工作人员也会劝我们不要去看，但是我们倒是不希望他们去跟别家粉丝吵，因为每个人都有喜欢谁的权利嘛，然后也是希望他们喜欢我们三个然后一直支持就好了。然后能不能对就是喜欢你们的粉丝说一下，就是希望大家一个怎样的心态来就是支持你们？我觉得大家就是有一种祥和的心态，就是要喜欢我们，同时也不要去把别人看得就是不喜欢，就是我觉得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就是不要对别人加什么滤镜这样去看待就好。我觉得你们心态特别的好。然后就是还想问一下，前不久不是跟周杰伦合作吗？就是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你们大家心情是不是特别激动啊？我那个得到这个消息，我正好在看电影，看完之后我看的时候真的我本来还有第二场的，当时我就没准备去看了，我就在那一直乐，然后我同学就说你干嘛呀，我说没什么没什么，你去看电影嘛，然后他们都叫我去看，我就在电影院里面看，但是我完全都没看怎么看进去，就完全在想去台湾怎么见那个杰伦老师，这样就特别特别开心。王源说你特别特别激动，是要跳起来吗？没有，就是特别紧张特别激动啊，因为太就是特别大牌，因为而且当时见到周杰伦老师就是一进来然后整个那个排练厅就这样就特别的就是突然本来很闹啊，空气都对对对对对，空气都凝结，就特别紧张特别激动，就是很有气场。那你应该也是很淡定的。我应该算很淡定，因为是那个经纪人发那个 demo 过来给我们听，然后我听这个声音特别像杰伦老师的声音，然后我就不信，我还去问他们两个，他们说真的是，我就特别激动。周杰伦的每首歌你们都会唱吗？你们三个说出一个自己最喜欢他的歌吧。我比较喜欢我不配，因为我是他我喜欢他是因为就是第一次听他的歌就是我不配嘛。我喜欢的是一首比较冷门的，叫《雨下一整晚》，就比较冷。我是喜欢蜗牛，因为我最小的时候第一次学声乐课唱的就是蜗牛。是，然后那对这次合作有什么？就是你们看，就是听过这个 demo 之后，觉得有什么惊喜吗？或者就挑战这首歌有难度吗？难度我觉得还好吧，就是。可能一些说唱的 reup 要去练一下，这样当时。所以就是周杰伦是你们就演艺道路上的一个目标吗？就是以后可能想成为他那样的明星吗？我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特别的气场又足，然后又会写歌，又会唱歌，也会跳舞，我觉得特别棒，而且自己还当导演，这样还非常有一颗爱心。可颗爱心。就是对我们都很好啊，然后对自己的妈妈爸爸也特别好，所以是很值得学习的榜样。然后还是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三个其实都有演戏的经历吗？能互相评价一下对方的演技吗？分别说的可以吗？演技啊，那我就说一下小凯，然后再说一下千玺。小凯的话就是因为当时最早是在两年还是两三年前就一起演那个家族的那个综艺，然后就看着他就是和我演技慢慢提升，然后就还是特别棒。千玺呢就是提升的特别快，因为他之前我们演第一季的时候没有来，然后第二季来了，然后就提升的特别特别快。人家本来以前就是演的好吗？就是啊，以前演那个就是反正还是特别棒，我们三个都特别棒。我觉得演技来讲就是可能平常也不会太接触吧，可能在那种比较专业的我觉得还是比较生涩一点青涩，但是我觉得大家演技都在提升，就是这样慢慢的成长，我觉得演技也会变好。
我觉得我们三个演技都差不多，然后就是也在各自慢慢的提升，都有进步。像你就是跟那个张艺谋导演有这个合作吗？然后感觉见到大导演会不会很紧张？其实说实话，我第一次见到就没有那种紧张感，就因为张导真的是一个特别有亲和力的一个人，就感觉他是你父亲一样，真的就像父亲一样，就是照顾你，然后给你讲戏啊这样。而且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就是我感觉也不像那种很有架子的一个人，就特别的祥和。能说一些具体他照顾你的例子吗？就是我在片场，其实我第一次拍的时候很紧张，然后他就过来给我讲怎么去演，然后教我怎么就是用什么方法去给我一个大概的指路，然后让我自己去想，就不会给我规定你必须这么演必须这么演，就还是会给我一些想象空间去发挥自己的。那王源呢，跟那个小四郭敬明合作，然后听说是有吻戏是吗？没有，但是导演让我来说，他说绝技票房堪忧，所以没有吻戏啊，大家多多支持。你们就是可能除了唱歌跳舞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吧，应该就是演奏乐器啊、主持啊什么。那会不会担心就是在长大之后，每个人会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我觉得就是我们三个其实应该还会就是在一起，就这样，不然我怎么做大哥呢，是吧？对啊，就是每个人都会肯定会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但是我们还是 TFBOYS， 还是一个组合，我们永远都是一起走下去的。每个人肯定有自己的性格嘛。然后也就上高中了嘛，就渐渐的进入了青春期嘛，然后青春期大家都会说会有一些叛逆嘛，然后那你们三个会发现对方就有那种叛逆的举动吗？其实我是发现以前，也不是以前，就是最近吧，最近一两年，就是会有一些叛逆的想法，就总会觉得爸妈妈太啰嗦啊这样。但是我觉得叛逆的行为还不是没有，就会觉得爸妈啰嗦，就啰嗦啊，就是一天到晚就念啊念啊念啊，然后我是最受不了那种啰嗦的人。其他两个有没有做出冲动的？就是上次我考试，然后就是我一个同学跟我开玩笑，然后我爸妈他说本来我考的还挺好，他说你考的太差了，然后第二次考试我就没考及格，我就故意没考及格，然后他们就特别生气，然后第三次我又考好了，然后就没啥，就故意。对对对，我是一个特别乖的小孩，我不会叛逆的。不会叛逆吗？他总在心里想着叛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腹黑的问题啊，就是能用一句话来，你们说对方啊，用一句话来说一下对方彼此的优点和缺点。王源的缺点就是，王源的缺点就是挑食吧，对，然后就是永远长不高的那种。然后千玺的缺点就是。中分，开个玩笑，我觉得千玺就是很闷的一个人，就是他不愿意把自己想的事情分享出来。对，优点呢？千玺的优点就是比较成熟稳重。上次我玩了一个，玩了一个王者，就测心理年龄的，你知道千玺多少吗？千玺36岁。我39岁。然后上面写的评语是沧海桑田。然后王源的优点就是比较开朗吧。王源说一下。我觉得小凯的优点就是话太多，缺点就是话太多。等一下，话有你多吗？就是话太多。然后千玺的优点就是话太少，缺点也是话太少，就是两面性嘛，就是这样。就是像彼此的优缺。对。然后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要正常聊天，还是得找我们两个。小凯的优点就是有那种大哥的担当可以领着，然后缺点就是喜欢扔我的轻松熊，然后王源的优点就是
他是一个特别闹的人，然后走哪都特别开心。然后他的缺点就是喜欢跟着王俊凯一起扔我的轻松手。